神恩庇佑，天佑义民。是这个情人节特别节目、样就教你怎样看姻缘，教你自己看姻缘、样啊。所以你今天无论是，其实今天你无论拍拖还是没拍拖，你都在家里、了解没地方去，没地方去，外卖的。所以你好了，刚才就说了一个型，型就不开心的，就未至于嗌交的，但是就会有些就会直接嗌交的。嗌交是什么呢？就是冲。冲呢就有很多款，有六款，子午冲、丑未冲，是不是丑味葱？丑味葱，人参葱，跟住呢个咁样嘅卯酉葱、辰戌葱，同埋咧子亥葱嘅咁样。咁唔同嘅葱咧，就应该咧就代表唔同嘅嘢，系咪？系啦。咁我哋又学习埋啦，咁样。咁嗱，呢个就自己睇自己啦，自己睇自己啦，咁样。自己睇完啦，自己睇完啦。咁又咁啊，我咁我而家拍紧拖，即系佢而家你而家嗱听紧节目嘅人，你啊。你啊，嗱，你而家冇嘢做啊嘛，你而家喺屋企，你又冇地方去，你分分钟喺街度强检紧，咁啊，跟住你分钟两公婆喺度，两一对情侣喺度强检紧，嗌交，咁佢嗌紧交，都想睇下同对方夹唔夹噶嘛，系啊，咁有冇得攞住对方嘅八字嚟睇嘅咧？可以嘅。喂，嗱，如果譬如，嗱，如果譬如，好啦，举例，如果我嘅八字系人，如果我嘅八字系人，嗱，如果人。如果印子身、就是無因之刑、如果我的八字是印，跟住我條女嗰個日柱是身，咁係邊個無因之刑呢？咁係邊個唔感恩呢？咁如果係如果係我係五，如果我嘅日柱係五，佢嘅日柱又係五，咁樣會唔會五五自刑嘅咧？冇啊，大唔大西嘅其实，冇我打啊，见血啊，仲大西，卯酉冲你唯一嗰个子午冲嘅大镬嘅，子午冲都子午冲都大镬，即系其实咪子午冲同卯酉冲系强过其他丑未冲噶，所有嘢都系地之尊气啊嘛，唔系啊，咁啊有啲人天生命苦啲咯，即系话即系譬如如果你个日柱，即系你个日柱本身系子嘅，或者系卯嘅，你就已经你嘅情路就已经坎坷过人啦，系啊。我咪系咯，系啊，即系如果你个八字，你个八字日柱系卯嘅，你根本你拍拖预捻咗俾人虾噶啦，系啊，唔好讲嗰啲伤心嘢。原来咁简单就睇到啦，系啦，咁简单嘅啫，咁简单姻缘啫，所以咁捻多人睇，又睇相又睇咩睇，就系周围问姻缘，有几捻难睇啫？买个买啲月历咪得，买个月历咪得，买咗咩？你系卯，你一系卯就唔好噶啦，其实使乜捻睇？又唔好咁讲。又不要这么说，看你夹到夹哪个而已，唉，夹到个好就行了。看完节目记得 like, comment 和 share 我们的 channel。收看最强频道，订阅热血时报。